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梨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其实咧，台湾个选举制度咧，我都觉得系好奇妙啊！即系包括你啊，即系由一开始立扁嗰阵时都系啦，佢系即系或者好似而家咁啊，赖清德都系啦，系一个少数派嘅总统统啊！我谂都系个当日咧，李登辉一个计算嚟嘅。即係你話如果咧，即係喺世界各地好多地方咧，好少會咁樣選即係個領導人嘅。通常最後咧，你梗係篩一個咧，再做一個即係再選多次嘅，即係一定要過即係簡單過半數啊，即係成為全民總統啊嘛，所謂 OK。咁啊anyway 啦，咁啊其實咧，你話好似阿伍鵬志咁樣今年唔得咧，咁佢都要一段時間後生係啦，但係咧。一段時間嘅，點解咧？因為啲馬好撚幹嘅，佢今年用到咁盡咧，佢又要 recover 下嘅，可能你換下馬或者馬要唞耐啲啊，咁但係蔡若翰都要啦，就算屌你強蔡若翰都要啦，梗係啦，屌你喂嗱，佢勝在多馬，唔係同埋咧就咁講啲鬼佬咧，同埋啲馬主支持咧，有陣時咧係啦，屌你老味閪，咪又換個隻咁就又唔同啦，係啊，咁但係你你今年咧伍鵬志咧即係。咁樣功夫唔係你成羅富全啦，葉創嗰陣時都係啦，咁你就唔優冇嘅嚇。好啦，嗱呢一節我哋快啲講啦，因為上個禮拜個案嚟，呢個好人好事嚟嘅。話説喺翠屏北係嘛啊，上個禮拜五呢一單驚險墮樓案，首先有個77歲嘅伯伯姓馬嘅。嗱呢啲咧就真係非常危險，唔知幾多鑊噶啦！嗱，之前90多歲個婆婆咧有奔妹有試過咧，擔凳喺騎樓邊暴浪衫 ，OK， 咁佢梗係覺得自己平衡到嘅，咁結果就出意外啦！嗱，呢個伯伯咧，結果咧就屌到跌撚咗落街，然後咧就俾佢出邊嗰個樓下個晾衫架棘撚住佢只腳。好嘅，嗱，棘住一隻腳啫喎，另一隻腳咧，似乎都斷埋添啊，骨折。好嘅，咁啊，於是乎咧，到處衝，吊喺個晾衫架度，咁佢就嗌救命。好啦，樓下兩層嘅，亦都今日我哋要介紹呢、這個即係鄰居啊，嚇救人英雄阿聰咧，喺屋企玩緊電話。好嘅，突然間聽到有啲咁嘅聲，周圍望下，救命啊！冇，咁佢話咦，都冇理佢喎，點知咧，屌你啦！跟住再聽見救命喎、啊。咁於是乎就周圍出去睇啦，一望上去，喂，原來有個伯伯喺上面咁到處衝，即刻報警，然後就奔上去，因為知道個伯伯喺上面啊嘛，奔上去伯伯，原來住廿，譬如啊28樓 B 室咁樣，就奔上去，點知伯伯就鎖咗門，OK， 咁佢咧就唔理啦，屌你破門而入，佢犀利咗都，係啊破門而入，喂唔係咁容易嘅，你話破啊破啊 ，OK， 好啦，跟住咧就出去，喂都冇辦法啦，喺嗰個時候就唯有咧伸手咧就捉住阿伯伯。隻腳啊 ，OK， 好啦，咁啊頂咗20分鐘 ，OK， 手軟啊真係，梗係手軟啦。嗱，其實咧，我開頭未睇細睇新聞嘅時候咧，我以為係有人跳樓，有人咁樣捉住，咁我覺得好神奇，因為一定扯埋落去嘅。你問我嗰個衝力啊，咁原來係咁嘅情形底下，好啦，咁跟住陸陸續續啦，樓下啲街坊啊，嗰啲見到咧咁嘅環境咧，有人上嚟幫，但係幫唔到喎，點解咧？因為咧個位好狹窄啊。佢如果你要換，佢入唔到嚟啊！身後面嗰人，佢唔可以放手先嚇。佢話：屌你諗，你入唔到嚟嗱，你睇住我放手唔得，係嘛？佢一放手先咧，阿伯伯跌落去。係啊，加上咧嗰陣時已經為即係歷時咗成20分鐘。哇！你成日到樹衝20分鐘啊！伯伯咧，據講咧，即係神志開始啊，啲即係塊面紅曬啊，頭暈眼花啊，開始有啲失智咁，佢係咁喺度鼓勵阿伯伯啦。咁啊，甚至乎出現埋咧，據講就係嗰啲警察上到嚟啊，消防咧都不斷同伯伯講嘅，喂，唔好瞓啊，聽日飲茶，個差人仲話我請咁樣，係啊，咁啊，其實咧咪好咯，嗱，你做得好，我哋就會賺人性化啲，啱唔啱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睇翻咧個訪問咧，就係、是、訪問呢一個後生仔阿聰啊，咁啊件事咧，佢就話其實都冇乜特別嘅，佢話不過咧啊。佢話：如果你見到咁嘅環境咧，我諗你個個都會做。我覺得都係嘅。啊，佢話
安全，當然安全環境許可下啦，啊，佢話如果當佢放手咧，佢即係話即係頂唔好咧，佢話佢成世成晚瞓唔著，嗯，啊，其實咧你百幾二百磅咁樣咧，你都真係唔係容易嘅，嗯，好啦，佢咧就話佢當喺屋企玩電話，聽到人話阿仔啊，我好辛苦啊，嗱，可能其實係見到佢㗎，伯伯，咁佢周圍望，咦咩料啊，都冇理佢啦。點知跟住由嗰個我好辛苦變成救命聲咧，於是乎就睇下窗口，哇！屌你老尾，未開頭仲未見到嘅，跟住話係咪邊度有人嗌救命啊？佢話：哎呀，幫我打999啊！咁啊有聲咧，即係睇原來就喺樓上喎。OK， 咁啊即刻上去啦。嗱，佢話其後咧，佢捉住阿伯伯只腳嘅時候咧，消防員同埋警員陸續趕到單位，想幫忙。拉住阿伯伯伯伯，但係伯伯咧嚇，但係不埋唔到窗邊啊嘛，極其量咧嗰啲差人消防咧，即係拉住阿聰啊喺後面 ，OK， 好啦，咁啊，不過佢哋一齊咧安撫伯伯之際咧，消防員咧就再上面啲層數咧就遊繩，遊繩落去扶翻伯伯，咁啊結果咧就將伯伯咧。真係救得翻嘅，係啊，咁啊，喂，其實咧，老實講啊，而家你講就有驚無險啦，唔冇力就冇力噶啦。你試下二十分鐘咁樣啦，冇力就冇力扯住啲嘢啊，手軟噶啦。唔好話扯住個人啊，其實廿分鐘咁樣。你使乜啫？話你聽，我好簡單。你盡你個心苦錢喎。好簡單，你唔好講乜嘢，要你單手攞住樽，我哋平時嗰啲啊蒸餾水啊，你得唔得？係咯，廿分鐘係嘛，就咁解啫嘛。OK， 好啦。喂，我哋睇下相先。嗱，呢一個咧，阿聰，嗱，你喺街見到佢咧，你唔會特別覺得乜嘢噶。所以話，佢係好人衰人嗰啲唔緊要嘅。我哋睇一個人咧，有陣時就喺呢啲位置度睇嘅啫。有個人都似阿朱柏康。啊，係喎，係喎，係 ，OK， 係啊 ，OK， 好，再去。嗱，佢呢個就話咧，示範咧，當其時咧，嗱，佢後來都係嘅，因為壓緊住個肚，佢呢度咧壓住個肚咧，全部瘀曬嘅個肚，因為你喺個窗門度咩啊嘛 ，OK。好，我睇下當其時嘅情況。嗱，其實就係咁嘅情況。嗱，你見唔見到啊？其實咧，嗱，伯伯咁樣倒吊，佢就要伸隻手出去捉住人隻腳喎。嗱，當然我唔排除伯伯咧，腳粗咧都唔係咁。係啦，唔容易啦。嗱，當然啦，伯伯咧可能某程度嘅 weight 個體重咧都比個晾衫架晾緊啲，但係唔晾得多嘅。我冇嘢講嘅。總言之咧，喂，真係唔好咁。即係唔好再擔條梯啊，揾張凳啊，即係太多啦。同埋即係你咪用嗰支嘢。嗱，你而家睇佢樓下嗰個單位咧，你樓下啲單位咧，你睇下，其實咧啲大窗嚟嘅，都冇窗花嘅，係嘛？有陣時就係咁啱得咁巧啫。唔好成日咁樣抹窗啊！係啊，嗰啲咧咁樣成日，哇！真係唔好啊！屌你！唔係啊，真係咁啱得咁巧嘅，有點會啊？就係咁巧咯，有陣時。真係唔好啊！好啦，好多 case。我哋翻翻嚟先。嗱，我哋咧輕輕鬆鬆住先。嗱，呢一個咧，所以女呢家嘢好奇怪。你好多時咧，你開頭嗱呢一個係講邊個咧？係講東張西望嘅一個主持之一。又我因為我冇睇噶 ，Eris 啊定 Eris 啦，叫鄧海文。咁係2023年嘅落選港姐。嗱，首先咧喺我哋每一年咧，2023年、2022咧都會有即係。review 一次，即係無論係初選啦、十五強啦，都會睇下嘅。咁我其實對呢條女都冇乜印象。咁當然我覺得係 eatable 啦，任何女仔後生嘅都 eatable，但係冇印象。少女十八。咁但係原來咧，嗱好多時往往咧，即係等於我唔知大家有冇咁嘅法，有冇咩啊？你去完髮型屋剪完髮，你都唔覺得自己最型嘅喎。咁你係要翻屋企自己搞下，養翻鬆佢啊之類。咁我諗咧係睇順眼啦，又或者冇咁科模啦啲衣著，因為十八少女你又扮曬點香港小姐，我唔知種種原因。咁原來呢一個 Eris 咧，真係禾稈冚珍珠喎嚇。嗱，佢而家所謂大解放，即係成日 IG 度 share 嗰啲福利圖啦。好，咁啊，一般網友覺得風頭不信最強 body 嘅郭佩文啊，郭佩文咧遊選嘅時候真係金毛妹啊。我認為佢咧話樣貌樣靚身材正，真係唔做，真係唔參加香港小姐嘥曬啦，真係唔好話唔做雞啦，係嘛？咁當然做雞就我唔係話郭佩文啊。如果有咁樣嘅質素，就應該要做雞嘅嚇。好啦，咁啊唔會大白雞都靚啦。咁原來鄧海文咧早前去咗西班牙、希臘同埋英國，每日都有分享靚相嘅。
OK， 首先喺馬拉加咧嘅海灘陽光玩遊戲咧，著住紅白格仔嘅比堅尼，大曬纖腰同埋長腿。去到希臘就 deep V 唔使講啦。後來咧，佢去到英國咧，咁佢就俾大家透下氣啦，即係冇再鋪咁多水，因為要探朋友啊。咁英國又唔係嗰啲咁嘅陽光海灘。好啦，一個星期時間翻翻嚟香港，終極性感啦。OK， 就喺 IG 度 po 一輯相，著住超細碼嘅比堅尼。哇！超細碼先敢逼個波出嚟啊嘛！佢話咧，而且不斷咧喺無邊際泳池啊，舉高雙手擺 pose 啊，甚至乎咧條泳褲咧就高到上腰，淨係靠繩同埋金鏈綁緊，驟眼睇又好似隨時鬆脱咁樣，睇到啲網民個個即係哇哇聲，紛紛留言計大讚正啊點樣啦、啊？嗱、啊，首先咧呢、這個 Iris 定 Aris 咧24歲，嗱、啊、呢、這個真係十八無丑婦，24歲亦得個女人咧。最巔峰嘅時間，千禧年代喎、啊，係啊，24歲九九或者2000啦，可能九九啊，佢而家亦都2000都唔奇啦，啊，或者你而家7月啦，啊，咁啊千禧年代嗱呢啲咧呢個最巔峰嘅時間啊，無論心理生理啊，即係最適合啊生育啊，即係24歲啊，因為太亦都容易 recover 啦，係嘛？咁啊話時話講開呢啲咧，我你有冇發覺咧 ？Facebook 而家咧咪成日咧啲女人啊，咪屌你露對波出嚟餵奶嘅，唔會 ban 噶。唔會 ban 噶嚇，咁啊嗰陣時咧ban 去啲女人餵奶咧，嗰啲咁嘅左翼就話：屌你老母，喂你會唔會喂裝唔俾人哋食飯？點咁於是，但係好明顯，我發覺我話俾你聽，我睇 Facebook 嗰啲人餵奶圖咧，佢絕對唔係想顯示母愛或者細路仔點食奶咯，絕對係想合法地俾對波你睇，等啲女人去睇啫嘛，係嘛？咪好咯，係啊，咁我覺得冇所謂嘅，係啦。但係咧，即係我唔係好得咯。啲人話咩人奶宴啊？你話如果有條女，屌你咩有逼你飲佢啲奶？我真係唔得。最切鳩啲女啲奶嚟飲啊嘛！我真係唔得啊！屌我點撚知啲奶乾唔乾淨？啱唔啱啊？你又冇老婆。好啦，我哋睇下呢個張海文先。阿鄧海文嗱，呢個係佢參選時候嗱，你當年都唔差啦。嗯。但係你都唔會覺得咩特別嘅 ，OK 啦，係嘛？嗰陣時又未點樣去裝身嗱，你而家睇翻咧，其實咧佢都係高挑白淨白有身材嘅。OK， 好再去嗱呢啲咧就係跟住當選咗之後咧，同埋另外啲主持定話啲講者啦，咁啊去即係唔知喺邊度玩啦嚇。咁嗱呢一張相咧嗱已經又唔同啦，有啲似阿李麗珍後生嗰陣時喎。嗱，比心心啦，嗱，周身肉嘅，嗱，要有啊腰啊曱甴肚咁樣，都有啲胸嘅，真係初露頭角噶啦呢啲。我再去嗱呢一個咧，嗱係更加成熟咗嘅，嗱同埋咧嗱，同埋收咗身嘅，係真係佢有啲係有啲位收咗身嘅，嗱唔知有冇嗱大家睇嗱而家你覺得佢好 fit 嗱，因為上鏡咧個人會闊啲嘅，可能真人仲幼細啲。你唔好集中喺個胸，嗰、那個胸又圓又咩啦，腰又有，哇！你睇嗰個臀嚇，屌、你老母嗰條腳線，屌你老母仲有啊！嗰兩個大髀之間啊，屌白色三角大髀之間啊，佢又夾得唔係好實嘅喎。嗱，佢嗱佢而家大約咧，佢而家仲有一寸半寸到啦，嗰條大髀啦，屌你老母，你都唔好話屌閪啊，淨係擺條撚落去啊！擺個大髀攬粗啊，夾埋隻腳骨，我睇啲鹹氣係咁好粗啊！有啲男人係好中意磨，唔係磨好撚過癮，磨大髀攬啦，唔係甚至乎磨閪添，嗯，磨閪都過癮噶，佢有種陰氣咧，屌你咁閪，好撚過癮噶啲陰氣，即係有啲磨齋磨唔入噶嘛，係啊，齋磨屌你撚尾，但係都會有性病喎。嗱，佢個閪有啲陰氣嘅，你係咁磨下磨下咧，但係你磨磨下，你有時就一個唔覺意咧，咁啊線咗入去嘅都會嘅，好再去。哇！你點頂啊？你睇呢對嘢，屌你老母呢啲唔使講噶啦，一定係屌你老母！哇！做咩成日硬夾？同埋咧係咁咧，胸都避埋佢啊！嗯，即係叫佢拍打啊，揾對嘢拍打你，聞嗰啲乳香啊，一定忍唔住啊！放屁都當陰氣啊！唔係，但係咁講咯。嗱，你話而家你話美人點，咁你話你會唔會同佢舐佢啲月經？你而家咁樣睇，月經都唔會臭啦，呢啲女咁撚靚。跟啲會唔臭咧？但係真係其實，都係英雄，即係美人見慣。但係如果要兩個月經先可以有一屌咧，有啲人會制嘅喎，我唔制咯。啊，好再去，咪舐下咯。你睇，哇！呢黃蜂腰曱甴肚啊，真係
星座又鬼鬼地咧？喂，但係你唔好話咩啦。如果要你做搞屎棍，你使唔使？即係唔戴套入後面，照入啦。啊！但係佢又要灌，佢如果灌咗腸就得咯。如果唔灌腸，話屌你乜推推下，真係有啲啡色嘢喺度。消毒紙巾抹下先咯。冇用啊！屌你消毒紙巾，如果消毒紙巾你要成隻消毒紙巾包住隻手指咧，撩撚曬佢嘅。屌你咁樣，但一拎翻個紙巾出嚟，哇！屌你個啡毒群，屌你老母，你都頂唔順啊！唔得啊，唔得啊，真係。OK， 好，再去。你睇嗱呢一張，你睇而家嗱嗱嗱呢一個就係黑紅白格仔，嗱專登洗一晚啊！你睇嗰啲波肉，就係咯，專登嘅。屌你老母，啲波肉咧，必撚出嚟啊！必波啊！係啊，你睇嗰個，你睇上面嗰隻又奶，即係左手邊嗰隻奶啊，嗰啲波肉啊，必撚出嚟！屌你老母，點頂啊？頂唔撚順。OK， 好，翻嚟咁好啦，咁啊呢個 set news 啊。咁啊，上個禮拜先講完啦。阿 J2 個抗癌嘅主持人啊，民眾癌29歲，即係話有網友話：哇，你啊，你係佢做咩組織唔捐錢俾你嗰、那個 ？OK。咁啊喺13號呢個 IG 啊有個更新。咁我諗佢咧 po 定喺度同屋企人啊同朋友講，如果佢離世咧就出呢一個啦，就公布佢死訊，好抱歉喺呢度要同大家講一個好沉重嘅事。當大家睇到呢一篇文章嘅時候，我已經離開人世啊。呢幾個星期以嚟，我一直努力咁接受身體上面嘅變化。呢段時間，我選擇咗唔對外透露自己嘅病情，亦都冇同任何傳媒交代，因為我亦都未有勇氣去接受呢啲變化。其實，在2024年6月22號，即係今年嘅6月22號，我就因為下半身完全癱瘓，完全喐唔到，冇任何知覺而入院。呢個情況亦都令到我排唔到尿，所以當其時係要緊急送入醫院嘅。入咗院以嚟，到我撰文呢一刻，嗱，佢撰寫呢篇文章嘅就係2024年7月10號，其實係幾日前嘅啫，已經接近3個禮拜。嗱，就係咧喺幾個禮拜入邊有網友話佢，喂，屌，早知唔捐錢俾佢就係嗰個時間啦，啊，唔好講病情冇好轉，仲反而越嚟越差，胸口以下仍然係完全冇知覺，完全控制唔到排泄功能，需要換尿片同埋插喉插尿喉。癌細胞已經擴散去不同的位置，包括胸、肺、多個脊椎、淋巴，甚至有些腫瘤我在外部都摸到，有知覺的地方就24小時都很痛，好像肩胛骨、頸椎、頭皮。我還很氣促，心跳長期偏快，現在要吸氧，每早都會有發燒的感覺，不過量體溫就量不出發燒，而且還會覺得很冷，但又出了汗，身邊人的感覺我發緊燒，醫院已經開了很多不同的藥給我，不停地調整劑量，雖然有抑制到大部分的症狀，但是仍然都是很辛苦很不舒服。醫生跟我商量過，再做康復治療都沒用了，只能夠做一些舒緩性的治療，見到什麼症狀就做相應的治療抑壓住它，讓我覺得沒那麼辛苦。簡單來說，現在其實我在等死，希望可以死得舒服一點。在人生的最後里路，非常感謝親友和各界人士以來的支持和關心，這段路程有你們陪伴，我感覺到無比的幸運和感激。我不知道上個禮拜是否真的有個網友這麼戇鳩寫了這樣的東西去玩別人，其實呢，我就完全沒有看過任何節目，但是一個29歲的生命就無論如何都是非常可惜的。還是這麼英俊，我們看張照片，但是我們可以永遠記住他啦，不知道有沒有收徒啦，是吧？但是呢，這麼樂觀健康的年輕人，其實呢，在真的這麼年輕的時候呢，要去接受，你看到他坦然地面對，甚至乎去籌款啦，是吧？因為看醫生說家人都要用錢啦等等啦，都是一個樂觀的人來的，但是沒辦法啦，是吧？好，休息一會。